忘性还真大呀！我至少在3次不同的场合见过你，只是每一次都没看清你的脸罢了。是吗？我怎么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你还想否认吗？你和我的一位朋友长得很像。是吗？告诉我你叫什么。我吗？你叫呵呵。对，我叫呵呵。说吧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一直跟踪我的？没有谁，我没跟踪你，误会。那你怎么认识童言？童言？